请收看《维新世界》王禅老祖玄妙真经。王禅老祖，太极天龙，万圣之主，不过七上帝。见我慈悲悯世无我七上帝，所以要各位，你们要宣誓要归，道理在这里啦，爱听我，好，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回到王禅老祖的家，我们的老师的家，祖师的家，指导菩萨，指导神，指导了大路金仙，王禅老祖的家，怎么回去呢？好，我们现在就看经文。清浊之流呢，皆能容纳。清浊之流，这《易经》这边清，这边浊，皆能容纳。所以你知道一切法之后，你就可以容纳清，这清浊。清浊之流这种的话，这是一心，这是意，意者意也。所以你学易经，不管你是什么教，都是意义相通。才有说易经是万教之首。所有一切圣神诸佛菩萨都不离义，都不离两端。有人说，哎呀，老师啊，修行不要执着两端。我问你，你随时时刻刻都在两端，你现在肚子饿了，赶快吃饱了，那不是两端还有什么？所以你专有名词在那边口头禅害死人了。那我们吃下去，满汉全席，大便出来的臭螺算食，吃了满汉全席，大便出来是最臭，也是两端嘛。吃下去很干净了，哪个放水出来就是那嗓子折，加上细菌的运动。变成臭烘烘也是浊嘛，一进来是阳，出去是阴嘛。你一来一去就一阴一阳，所以我们修行，任何都是两端，绝对你离不开两端。曾经有一个修行人，来到仙佛寺啦，来这里看一看。他禅师啊，修行不要执着两端。那时候我没有修行，我口头不好，我都会话。你现在也是两端来而来。这位修行人，假设罪过，我悟了。他悟了，你在山下空气不好，你来到仙佛寺的空气这么好，那不是两端还有什么？所以你要不执着两端，不可能啦，肚子痛一定爱啦，
肚子不痛了，很舒服。啊，等下呢，就走到我们厕所那里去了。啊，我就那上面有个对联嘛，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被撕掉啊。我上面就看着“进门来愁眉苦脸”，啊，尿尿大小便完毕了出去了，出门来展脸舒眉，很快乐。我给这些人看，哎呀，网在悟了，啊，你尿急，那又把干嘛？啊，尿把它拉的放掉了。很舒服啊，那不是很快乐吗？就两端了嘛。啊，再来，你把恶的放下来，扬善，从善的去走，也是两端嘛。所以佛法一个两端非常强烈的，就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你有恶就有善，你有善就有恶的分别，那么你怎么如果如如不动呢？除非你不到世间上来投胎了，不然来到世间都有善恶之分啊，都有两端。所以我们啊，各位同修们，修行不要修口头禅而已，接下去我们还会有很多在讲。所以轻则我们来到世间上少不了轻浊，那么皆能容纳，不要逃避啦。啊，所以王禅老祖才有八宝心王，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，顺其自然，不可勉强。有缘则度，有德则度，则住，皆顺天理，事事如意。这顺其自然，来就来，去就去了啦。烦恼来了，你就接受烦恼吧。你从烦恼里面去找到里面的真理。啊，快乐来了，也有快乐的真理。那我们如果处在烦恼与快乐中间，如如不动呢？嘿嘿，除非死翘翘，死翘翘也有烦恼。那天我去看我们一位师姐，她往生了嘛，啊，她在这个冰箱里面呐，啊，法相还蛮庄严的，但是把盒盖盖了。她的老公、她的儿子、媳妇都在旁边。我问她：“你有烦恼吗？”她会不会讲？照道理。在死了，三生气没有了，照道不会讲了。他还有烦恼，他说我的皈依证没有找到。皈依证，我告诉他老公啊，啊，他老公，你老婆在找皈依证还没找到呢。啊，对了，皈依证我们没有画给他呢。啊，那我问说你的皈依证在哪里？他说在床头边。哦，老公跟他啊睡在旁边的好多年了，老婆一直把皈依证放在床头旁边，所以气断了，意识里面还在烦恼，他的皈依证没有带走啊。你看他有没有烦恼？有都有啦，这个车哦，那好，要让他快乐，那就两端嘛。啊，那好了，拿来皈依证，我给你们的皈依证呢。有一天你们时间不住了，你们要带回去，带回去怎么带？我们这生的子女都，啊，呼吸还在，就呼吸带回，把皈依证念一遍，告诉他，这卡位这卡位，你就用寿金、寿金嘛，一叠就好了。画的卡位一起给他画去，让他带走，安他的心，用光安他的心，这个是两端嘛。
所以我们来到世界上的事情容纳每一件事情都是给我们修行啊，给我们充实啊，我们的智慧提升，我们的智慧心灵的提升和我们光辉能够升华呀啊。再来，性阔如太空一样，性阔我们的本性有多大呢？大无其外啦，如太空，我们的心大到像太空，太空都在我们心中嘛。所以有的人心胸很狭隘，我说你怎么那么可怜没事哦，师父啊，你说话怎么吵，我就想有事了啊，哦，我心就那么狭隘，连一个沙粒你放不下，地球都在晃了，容不下家里人亲朋好友，尤其夫妻的一句话你就耿耿于怀，哦，就相互挑剔，你真的很可怜呢，真的可怜的比什么还可怜。包容嘛，学习包容嘛，然后里面这句话不一定是老婆讲的话，也不一定是老公讲的话，哦，就是你心里借着你老公或者老婆的口讲出你心里的话语，你的有什么缺点，你要去做思考反省啊，去忏悔啊，不要再发生啊，那你就包容起来不是很快乐吗？哎呀，对呀，师父，你不怎么早跟我讲，我最近要跟老婆离婚了呢。我说你真的没有良心的查甫人哎，还是没良心吗？而老婆为你生了三个那么可爱又聪明的孩子，舒服啊！但是我跟别人结婚的话，也许生了会更漂亮啊。我告诉你，你这种命啊，说明论来，你这心态了。哎呦，再娶的老婆，也许会生一些蒙古大夫也不一定哦。哦，做莲花也不一定哦。蒙古大夫就是唐氏症啊。哦，做莲花呢，身体也不好嘛。我来的师父，你讲的有道理了。我不对了，我现在又拉不下来，回去跟老婆讲啊。你不要跟老婆讲了，跟三个可爱孩子的妈跟她道歉就好。不要说跟老婆道歉了，跟三个可爱孩子的妈道歉就好了啦。好的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回去了，就。跟老婆说，孩子的妈，对不起啊，我什么都误会了，我听浑身舒服了，开始了我才误了，好，对不起了，以后我怎么样了？哦，就夫妻快乐的就又来到幸福室，啊，他的老婆也很开朗的人，但是开朗，老婆讲话。口不择边啊，口随便少少的话，刚好起开。老公很执着，啊，都不容许他讲一些比较那其他的话。所以我们的每个人都执着在两端，你要听好话，和不听好话也是两端嘛。所以各位同学，大家学易经，易经就是包容，阳包阴。阴包容，相互包容，啊，阳盛，阴就衰，阳呢，啊，阴盛，阳就衰，哦，你在这里，阳盛，阴就衰嘛，啊，阴盛，阳就衰了，善念多，烦恼少，恶念多，快乐少。这是易的法则嘛，所以你如果做到达到中道，
这就是天经，你就是要修行。这是易经的法则。所以一切圣人，一切的宗教，哎呀，我现在在这里，在这个娑婆世界，我想到天上世界，到光明，到成功，到开悟，都是两端嘛，到开悟都是两端，天底下绝对没有单一的啦。你要从这里一线走到头，如如不动。我告诉各位，连老祖王禅老祖虽然是圣相法相，他也有两端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徒弟看到你们现在如果打瞌睡了，老祖昏了，怎么这个徒弟怎么不好好修，心里念头就吵出来了，很快乐了，老祖就很高兴了嘛。所以世界上你在脑海念头一定有两端，在心你就好坏放在心中，那是让他就自然就在心中。曾经有一个人问我说，师父啊，你看自然在哪里啊？自然在心中嘛。又听不懂了。自然在心中念头你就有好坏之分，心中你不会讲话，但是有包容。所以我们学习把事情放在心中好来，那就是我们的性。性则心理，性性非男女之性非要记住，性就是我们的心，心多大，大无其外，细无其内，就是性，就是心，如太空，就是心定心安的境界。好，旋转之性，世间一切的缘，一个缘，就众生。旋转之性，我们身边风水光人事物草木石九大行星呢，运转在我们的身边呢。所以在我们身边的九大行星，不是海王星、冥王星、什么星、什么星，它不是只有这样而已。而且有八风绕在我们身边，喜怒哀乐、贫富贵贱，八风也绕在我们身边。这个旋转之星，在风水学来讲，叫悬空哀星。化物定化，好，所以风水学的悬空哀星，悬空哀星呢，就是中间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一白贪狼星，二黑巨门星，三碧禄存星，四绿文曲星，五黄廉贞星，阴阳变化不一，廉贞星。六白五曲星，七次破军星，破军星，第八虎星，第九壁星，这是九星嘛，围绕在我们的身。八卦有九星，
绕在我们的身边，在旋转诸星，化无定法。所以你风水学，三年河东，三年河西。那讲到这里，下一节就会来为各位讲解旋转诸星，九大行星运转在地球，啊，九大行星，啊，这时时在自转与公转，九大行星时时刻刻在相互的维系的。所以我们风水学，有的人哎呀迷信啊，风水不科学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懂得风水，要懂得这悬空，从九天玄女、女娲、伏羲氏，啊，伏羲氏族，一化开天，再化辟地以后，哎呀，这个智慧啊，源远流长啊。不是一般我们凡夫所能够了解的。而且九大行星，女娲补天怎么补法？啊，五千年前呢，女娲补天补一次，五千年后臭氧层也破了，有王禅老祖道家慈航补天也补好了。现在地球臭氧层才没有，那么当时呢，王禅老祖开始，你要补天，我说怎么补啊？我讨个破子康的玻璃盒水面都补天，而一法依照风水学九大行星运行，好一法补。说在民国丁亥年开始臭氧层世界臭氧层危机的时候，本位性圣教。啊，兼贪兼挑的天命开始，大家恭送金灿补天，结果五月五日开始补天生坛端午节，到七月二十四日开南天纪念日的时候，就把臭氧层补了30%，啊，臭氧层就补完了，到现在来又没有在这一些烦恼，这个是两端，也是一切法旋转诸星啊，所以这些法你能超越一切法，祝福各位。